韩国大型经纪公司想必都会想到 YG 吧。这次就来看看大家公认 YG 中绝对不能没有的存在。Top 5。谁是 YG 中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韩网选出 YG 不能没有的存在 Top 5。老杨当然很重要，所以这里就不再提及。一 GD 绝对不能没有的存在，当然有 GD 吧。虽然现在服兵役中，但绝对是 YG 的收益担当，制作的 Big Bang 歌曲和个人 solo 都有相当火爆的成绩。二Teddy 最重要的音乐制作人 Teddy， 只要 YG 旗下歌手发行 Teddy 参与的歌曲，几乎人气都相当火爆。三 Jenny RNE 以后 YG 唯一的女团 BLACKPINK 的中心 Jenny 也被认为不可或缺，不仅因为时尚造成话题，艺能表现也相当活跃。四 Tablo 是 Click High 的中心人物，虽然是 YG 但另外开创的 HRGHDRND负责李夏怡、乐童音乐家的音乐制作。五 ，BB 是担当 I Got 的作曲中心成员，特别是今年发表的 Love Scenario 造成极大的话题，当然 Bobby 也有功劳。